到了一次在内蒙古演出的时候心脏的一个突发事件，去了医院。你正在唱冬波拉的时候心脏病发作了？对对，突然我就在去医院的路上突然就觉得哎，还有一件事没有做，有一件事没有做。然后到了医院，然后吸了氧气之后醒过来，我就觉得哇，人生好短暂，万一这次醒不过来，是不是我的理想又没有完成？然后就这样。You say you have a heart problem. Let me see. He's a famous singer.拜拜了喽。好，从那一次回来，我就毅然的决定，我要出发开始。
This person is very famous, 21 years old, now he's 28.
almost dreaming 10 minutes.